哎我就这么呦，狂，不怕杀这你没么商量，狂，马我踏就是天不下。狂，杀你哎啊，没你呀，商量啊，红线很好，说了不撤，大哥先走。看好！啊，就上！哎呦呦，天没呐，办法，这慢的迟迟不请撤坐，啊！当主炮，上吧。上！哎，出去！出来！上吗？进！敬你祖娘。行。吃啥去啊？啥都吃不上，别想了，大哥。你吃了。干啥？吃了。对齐嘛，我都不说嘛。行。先行，回来我回来好几个收拾。好。三步就杀敌了啊！你走。三步就走将。进，我先进一个这再说。进呢，平时过来，站在那里。一个也不少。两个也不少。哎呦，厉害得很，猛得很，杀了个蒙圈吧，我得。三个也不少。哎呦，吃牛逼啊！吃光再说，这么牛啊！直接吃光，几两？吃光就对了。再叫时间，善后得，大哥，不用太狂啊！我先杀，就是你都在后边啊！杀光再说，跑掉了，亲爱的，跑的吓跑了，你还叫唤啥？啥你的炮？啥炮？我就马后炮。哟，继续杀。回嘛，刺激啊！回来我就刺炮，反正要菜。那继续上，没办法。嗯，杠上了是不是？你可不杠，我就和你杠，我是为了自保。自保。嗯，你是要杀我？那我就杀。那我就杀。那就再回来，没办法。再冲下去，这一下就跑不掉了。压住这俩，嗯，好，杀你士兵。哎呀，你也学我的政策杀。我抬的两个炮，你个抬吧，我要把你给开上，你怎么抬？一个一个吃，哎呦，我的个天喽！又是一个一个吃，吓得你连着二败。这个马就能撑上了，来这。是吧？嗯。来这我得杀。马虎炮。吃吧。吃嘛就吃吧。吃。我就送给你，你何妨呢？来，你赶紧吃。一叫我出来，你没情况，不杀白不杀。你杀倒是。不行。不行，得自保。你杀了我，你不是把你的马也杀了？你以为是？来上，将，哈哈，将，将我成什么？哎，成什么？又下了一个，还不如把相给直接下来，管你呢。快，吃不过就对了。哎呦，我就把你马给杀了。再来。上上上上没用啊，还是过不了河的，先上大的。哎呀，上、哎、是不是我这个马也保不住了？保不住把你给杀了。上算你跑得快啊！算你跑得快、啊，我追上吃。乖。啊？乖。狗。来。使劲
杀了。打象呢，大哥，打象。我这象。象掉。去打吧。象打掉了。上，是上棋。上起来还没起了。会呀、啊。会我也会。我也会。直接就换。直接推了，那没棋啊，直接把你的炮往锅里走，出来，你害怕了，害怕了，这还有害怕的时间吗？感谢老铁，感谢老铁，刚才温手机温度过高啊，开屏了，感谢啊，上。刚才手机提示温度过高，来呀，将军，会试，送你个试吃去，开不上，再刷一将，你别去吧，快，再将。叫你上个校，下个片就不留，让你操了。你就是那两招，冲不来冲不去，你啥意思？我根本就不怕，不怕，根本就不怕，怎么样？高招在后边啊，看好了再说。我就这两招，你还害怕？闻风丧胆，上！看见我的大姐就跑得比兔子都快。再讲一句，快！要刚上了是吧？刚。刚上了我就不走了。你就走不动。飞象。你象来干啥啊？你飞象来干啥？你飞象我就杀你的炮，将你的炮杀的你没地方逃。相信不相信？打炮。将军。你到底只是将军在看炮？将军。我就先退帅。那、哎、看炮将军是一个道理啊，看好啊，请就过来，还是看上啊。老帅归位。这一轮又过还是就上，不上这还不行。将军。将军嘛，有啥来着？这就上嘛。上，再讲一句咋办？这里可以上马东居啊，还得看一个。哎呀，这个马还动不了。来来，得看局啊。上来下去僵上两下就没治了你。哎，上下都自转，那根本没办法。那我就不降了，不降了。算你聪明，这还吃我个象，降了降气也不起作用。哎，倒挂金钩，杀大炮。哎呦，你杀象去了，炮给忘了，行动机械了吧？行动机械了，你也不客气，这就给我杀。因为你占了便宜了。直接杀，最多这个兵嘛，我还不够，我要杀你的马。杀马我就开上，不能让你杀了，不能让你杀。再不送了，进。这个杀。冲！我的这是低级杀。上马。跟上车。那就跑了吗？让你吃上吗？上，下你兵，
阿妈，你想我到哪去了？跳这里，上，进，将军，喂，来杀你大象，把你快，杀马去了，哎呦，还夹着嘎子杀，回来敢杀就踩死你。哈哈，嘿嘿，踩死你我！哈哈，进！踩狙啊，傻大将！这踩！踩狙啊！吃！来回踩。行，哟，还不杠上了，这不行了，这个杠了吗？必须杠，别杠了，别杠了，你杠着就上，别来回的，我上来你就降了，来回上。对，你走啊，不服就走啊。看有什么高招吧，往边上跑，你这来回的追，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把这马子送给我，我就吃而已，日日了。换招，坏了就换，上，平局过去，退，打嘛，打咱得跑啊，不可能给你送死的啊，直接去打嘛。可以上这里，上去。老帅，上你小兵。喂，啥小兵是假的，才像是真的。喂，兵给杀了，给兵我给抽了千块，将军。进。下一手兵吧，怎么样？你有杀光了是不是？坏！什么？进！回吗？撤！吃我就踩，踩我就继续吃。那我就将军。喂，再讲，进，再讲。哎，你服不服？你不服，我再讲还是讲？服了我就不讲了。你讲。你服不服？你就降，还让降？嗯，那就降，听你的劝啊。你上，踩狙，上，踩狙去了。你上来干啥？我踩你一狙去了，拿着我的上干啥？我踩你一狙了、哦。哎，我吃你的马子了，上你来干啥？你能吃上吗？我问你，那我后边看着呢，你能吃上吗？我不吃总比踩上的好。好，那我就退。哦，说虽然是吃，那给我都不吃。你敢吃？不想吃。急进中兵。来，我服这个是吃了。我不吃，我的马在哪里啊？危险的很啊！上马。哟，你想吃？那吃我就不给了。不给了，不给了就不给嘛，将军。很帅。没有鱼当下来打上几将，
省略掉这个将军上去。好了，不服啊？还有什么高招收拾你不起？我就上下上。老弟上来下去啊？你现在是哪个阶段？在中路，跟着赶紧走。啊，你要是这样，我直接就上了。直接上了。起居。不帅。开射！回来，将军，射！好啊，你吃啊，我送啊，干脆的。现在调虎离山了，我直接冲兵都行了。嗯。什么？射！顶撞，举不能动。上，急进主兵，冲！快！再冲！没劲了吧？没脾气了吧？打！还想打我一个吗？打吧。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ed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进一并换成射冲将军射将军喂看好再讲咋办交不交叫什么叫还得上三楼叫什么叫啥气都没有跳楼吗让你啊跳什么跳跳楼啊大哥让你啊你不服啊将军上来关机
看好兄弟出刀。叫你出刀来啦，大哥不服你就出刀，解决。来，睡觉。我去。回去。喂。行不行？为啥要教？还不教？还渴了？渴起。还能渴到最后？赶紧喝了，免得交枪不杀。大哥，最后一招，高招来了，你教不教？那是高招。我看你怎么走啊？上二。这还叫啥了？我直接给你看着，这能怎么办？嗯？看着我就将军，一马双飞，怎么办？